欢迎来到78号，我是罗毅，继续我们最后一站的阿姆斯特丹 Part Two。除了上期谈到的强大海上商业背景啊，荷兰同时打造了农业奇迹，是非一般的成就。纵使阳光不高，国土面积不大，甚至还得面对海水倒灌，导致土壤盐碱化。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，打脸各方，高效高产的荷兰乃是全球第二大的粮食输出国与最大的花卉出口国。驰名的库肯霍夫公园里的郁金香春天花开之时，每年都吸引上百万的花迷朝圣。允许我先暂停吸口气啊，来点 beat 节奏。在这里，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，百花盛开，赏心悦目，兴高采烈，心广神怡，意犹未尽，春风满面，春光明媚，春暖花开，基本上满春都要啊。大家以前一年级华语作文里的常用成语，终于可以一次过一口气用完了。库肯霍夫 ，Kuchenhof， 字面意思为厨房后院啊。原型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一位女伯爵的领地庭院。今天它占地广阔，已是世上最大的花园了。百年标志性的风车屹立在最显眼的位置，但此处的大明星是荷兰的国花郁金香。人们对它的热爱几乎是痴迷的状态。阿姆斯特丹市区都有不少郁金香种植。库肯霍夫里的品种、数量、质量以及布置手法，更是堪称极品、顶级的。普遍上，荷兰消费都是偏高的，门票是有点小贵了，但来了风车花国，岂可过不入呢？无奈啊，慢了一步两天，在花厅上的大半郁金香刚好已经被收割了，错过了如网红照片里一大片花海连天的盛宴，只是在公园景区展览些部分的，相信再过一个礼拜啊，就会是光秃秃的模样了。下一个开放季就是下一年了。返回城内，如果各位有一定所谓的艺术修养啊，我是没有啊哈。推荐到博物馆广场，可以选择进入国家博物馆，或者是冯高博物馆瞧瞧。粗略介绍下这位后印象派画家如雷贯耳的大名。Vincent 是他的本名啊，姓氏为梵高，其实 Go 才是他的家族名称。荷兰常见的 Van 是从哪来的虫的意思啊，比如就讲这位阿香叉叉梵叉叉叉叉梵叉叉家族来的。说回梵高，当地一位纯血的荷兰人教我们正确的发音，来跟着念一遍 Van。这样才正宗啊！荷兰语和德语啊，其实是蛮相似的，就是那种漱口吐痰声音啊。开玩笑，节目效果别太玻璃心啊。因为两者皆为非常密切的日耳曼语族啊，英语甚至将德意志人、荷兰人混为一谈啊 ，Deutsch Dutch。历史上几个世纪以来，北方低地就一直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。荷兰王室亦是来自德国若干年的伯爵家族。顺带一提啊，现今王朝的称呼谐音是有点像 orange 橙色，所以看国家足球队的队服就是这个颜色的。每年国庆在首都都有场盛大的国王节派对，人们穿着橘色衣裳大肆狂欢游行。但刚好前一天，詹沙就离开了，又是错失了一次机会。告别荷兰，在欧洲浪了一个月啊，钱也差不多花光了，是时候打道回府了。